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假夫座，就是或者是半假夫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影，就是坐灯影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啊，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鼻孔当中的出三次勾气，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的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o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o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ompada Soha Gakanga gana, tsatsan zazanya, tachan zazana, tatan dad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aha saha cha. Gakanga gana, tsatsan zazanya, tachan zazana, tatan dad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aha saha cha. Gakanga gana, tsatsan zazanya, tachan zazana, tatan dad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aha saha cha. Om ye dama head the jababa, head and deken tatangato. Haya and deken zayo noroda, eoba dama hamana asoha. Om ye dama head the jababa, head and deken tatangato. Haya and deken zayo noroda.Eoba dama hamana asoha. Om ye dama head the jababa head and deken tatangato. Haya and deken zayo noroda. Eoba dama hamana a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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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狮子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词叫对接成那边来嘛。前面本座叫老索兰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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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词叫对。继承那边来嘛，前面本座叫老索兰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念完的衣服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北佛欲欲左，我敌宗亦火。古汝命世俊，普令对，古汝命世俊，普令有情系啊，就是。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如果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如果我们伤害了这个一些幽禁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这些众生呢、就并不是是单单的聚集个别的这个众生，他的后面呢就还有这个大慈大悲的这个诸佛菩萨也是成为就是他的护主，然后在这个地狱里面的就可怕的这个阎罗座啊也是成为就是他的这个护主，所以呢我们对这个看见任何众生的时候呢。就像是这个平民呢，就是对这个君主的这种对待那样，就应该就是恭敬
就是恭敬对待啊，就是恭敬对待，让这个所有的众生呢，就是升起这个欢喜心，就这就是我们这个菩萨呢所做的这个事情。那第二个问题呢，我们怎么会是害这个地狱狱卒呢？啊，就是怎么会是这个狱卒就是成为是他们的这个户主呢？这一点也是大家应该清楚。我们如果在寄生当中就是伤害就是有些众生的话呢，那么就是他的这个来世呢，一定会是被这个恶业的业风这个吹动啊，就吹动呢，就是最后前往到这个阎罗的这个心肠上去。那么阎罗的心肠上去的话呢，那么就这个黑白的这些判官呢，啊，就是给你判决，就最后呢，就是在这个地狱当中啊，就感受这个无量就是残忍的这种痛苦。就这一点呢，就凡是懂得因果这个道理的人呢，都会知道。就那个时候所显现的这些恐怖这个面目狰狞的这些狱卒的话呢，也是拉着各种各样的这个兵器啊，就口里面也是喊着就是打打杀杀的一些恐怖声，然后呢就是肆无忌惮的就是摧残你、摧毁你。在这种这个痛苦呢，我想我们一般的这个众生呢，也是非常难以这个接受的，就难以接受的。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也的的确确是我们杀害众生的话呢，就是有一天呢，就是狱卒啊，就会这个在他的后面就是站起来，然后向我这个进行就是报仇。那这样的话呢，我也要就是不得不考虑这个狱卒。保亲众生成不能宁多余，然凡诸有情定遭地狱害。那么我们世间上呢，就是既有权力也有势力的这些这个参保的这个人君呢，就是参保就是一国之君的这些国王的话呢，有时候呢，就是即使他就是生起极大的这个嗔恨心呢，就是生起就是发怒这个嗔恨就是非常这个可怕，但是呢，他很有可能就是将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财产就是抢走了，然后呢，就是将我们的这个权利啊，就是地位啊，就是这些呢，就是都这个摧毁，就是有这个能力，甚至也有可能就是将我们的就是名声就神明身体等等，就是全部就是坏，就是有这种这个能力，但是他的这个能力也是这个限于有限的，只是极盛当中呢就是摧毁而已。真正让我们来自这个生生世世堕入地狱、旁生、恶鬼，然后感受这个无量世事当中的这种苦楚呢，这一点就是对这个世间的任何一个暴君呢来讲呢，就是无能为力的，就是他也是不会办到的这个事情的。那这一点，我看凡是稍微动到这个离世的人呢，就是都应该是会比较这个清楚的。实践当中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暴君，就是那么他们就是所做的有些手段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惨不忍睹，就是这种这个现象都是非常
多的，但是呢他们这个残害的这个限度呢，知识继承当中呢，就是把这个众生呢就是折磨得非常这个难以想象。除此之外呢，就是他们也是这个没有任何办法啊，就没有任何办法。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害了就是一切这个有情呢啊，就是我们这个伤害了这个有情这个众生，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是一定会是这个遭受地狱的这个痛苦。佛陀在这个真念经当中呢也是这样的，我们伤害一个众生的话呢，那么必须在一个终结当中呢，就是遭受这个地狱里面的这个痛苦。我们就是看到这个众生的话呢，就是不能就是损害他，如果损害他的话呢，那么一定会是就是遭受这个就是地狱的这种痛苦啊，就是遭受这个地狱的痛苦。不仅是这个地狱的痛苦，世间的一切的这种痛苦呢，也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伤害众生，尤其是三恶趣的痛苦呢，应该就是是这个伤害众生的这个行为而这个造成的。龙摩菩萨也是这样说过，时间有情所感受，地狱恶鬼于旁生啊，就是地狱恶鬼于旁生，让所有种种无边苦，皆有伤害有情生啊，就是这个龙摩菩萨呢，就是也是在这个菩提行识吧，就是菩提行识当中呢，也是这样这个宣讲的。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痛苦，尤其是这个三恶趣的这些痛苦呢，全部是曾经我们伤害众生而这个造成的。所以呢，大家在这个行为上啊，就是能不能尽量的断绝伤害有情，其他什么这个行为都是就不能就是做到的话，我觉得是尤其是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就是发愿就是不杀生的这一点呢，也就相当的这个重要。如是王水洗不能临成佛，然与诸有诸众生总成无上觉。那么就是刚才两个比喻，就是国王就是再怎么样生成也是不可能让我们就是堕入到三恶趣当中，就是这是从那个损害方面的这个比喻。然后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获得方面呢，就是对我们的利益方面的这个比喻呢，也是这个尤其呢就是远远超过这个国王的意思。那么怎么远远超过国王呢？比如说世间的这个国王啊，他呢就是如果是这个非常欢喜，我们呢是忠心耿耿，然后呢就是日夜的是为国王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勤勤恳恳的话呢，那这个国王呢就是最后获得这个一定的这种这个欢喜，然后他对我们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赐给一些这个地位啊、财产啊，以及这个什么那个就是奖品呢，就是当就是这是有可能的，就是现在的有些领导啊，就让
让领导高兴的话呢，下面的这些人呢就是马上有了一些不同的这个待遇，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件当中也是可以看得这个出来的啊、就是但是呢就是国王呢就是对我们就是乃至这个神圣事实获得快乐的这种佛果呢就是是这个不能这个就没有这个力量，不要说是世界的这个国王啊，就即使就是出现那个地势天和一些梵天的话呢，他们也没有办法的。因此我们世界的人呢，恐怕是就是你看到一个这个国王高兴的话呢，就是绝对是啊，就是今天这个国王高兴了，我的领导高兴了，就是他自己也是心里这个欢喜若狂的。而众生高兴的话呢，就是就无所谓的，这个可怜的众生高兴有什么，就是这是无所谓的，可能有些是有这种这个情况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我们自己是不知道是这个利害得失。实际上，如果真正知道它的价值的话呢，让众生高兴呢，应该对我们的这个生生世世是有所就是极大的这个利益。怎么有所利益呢？因为众生这个欢喜呢，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或者是间接呢，就是得了这个无上圆满正等觉的果位。怎么得到的呢？因为众生欢喜呢，就是不施度呢，就是也是以此而圆满的；安忍度呢，就是以此而圆满的。如果我们的智慧自量和这个福德资粮就是圆满的话呢，那么就是功德这个端正，就是功德就是就即是这个圆满，这样之后呢就是得这个佛果呢就是一点就是困难都是没有的。因此呢我们这个龙摩菩萨呢就是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唯识诸众生获得就是佛菩提啊，就是唯识或者摩识，也可以说摩不要这个舍弃就是一切众生，那么不要舍弃众生的话呢，我们能这个获得就是无上的这个佛和菩萨的这种果位。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茫茫的这个轮回大海当中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这种因果的这个奥秘，就是有因果的这种奥妙，但是这些奥妙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文字，没有这个这种佛陀的这个无垢智慧的话呢，就是很难以这个解开啊，就是很难以解开。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啊，这个缘就其余这个所有众生，就是让他们高兴的话呢，对我来讲是这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千万不要这么想啊。就是只要这个自己的有一份这种心性的话呢，做什么事情都是很容易的。云何又不见其余有情果？乃神成正觉金舍相荣耀。他这里呢
就是说因为我们上面呢就是已经宣讲了就是宗度的这个道理，就是这一篇当中呢就是为什么要这个修安忍，修安忍的这个理由等等，就是讲了教旨理真讲的就是非常这个细致。那么下面呢就是作者以这个梵文的这种方式啊，就以梵文的这种语气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就是综合上述的这个道理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还就是见不到就是这个区域幽情的这种后果啊，区域幽情的这种树神的这个过报啊，还是的这个真正确的话呢，也是通过上面的这种这个修安忍波罗蜜多呢，就是圆满这个获得的这一点呢，就是也是成千上万的这个佛陀呢，就是依靠这个修持安忍波罗蜜多而这个获得这个成就的。那么现在的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些高僧大德的这个事迹当中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这个营地的时候，他们在那个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呢，怎么样对待众生，怎么样修持安忍，这一点可能不管是你翻译这个汉传佛教，还是这个印度的这种这个佛教师，以及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师啊，就是每一个高僧大德的这个事迹当中呢，都应该可以这个实现出，就是只有这个摧毁自己的嗔恨心呢，就是获得这个殊胜的这个果位，而没有说是这个人的这个嗔恨心很大，后来呢，就是他没有这个消除嗔恨心的同时，已经获得殊胜的果位啊，就是没有这种这个说法的。但不管是怎么样呢，就像三界轮当中说讲的一样，就是所有的这个思想的烦恼呢，就是必须这个摧毁，如果你没有这个摧毁的话呢，不可能就是圆满就是安忍度啊，就是不可能圆满安忍度。因此呢就是大家也应该可以清楚，就是来世的这个真正觉的过位呢，也是依靠就是让这个众生欢喜而这个获得的。那么今生当中的一切这个荣华富贵啊，你的这个财富圆满呢，这些呢也是指依靠这个修安忍而得到的。因此说呢，这个在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修学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修安忍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思想序当中升起这个悖逆心呢，这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升起真正的悖逆心呢，就是对众生没有升起悖逆心的话呢，那么就是获得这个成就也是相当困难的。如果没有这个升起真正的这个悖逆心之前呢，一直没有升起，一直没有这个就是见到这个本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管是你见本尊也好，见这个获得这个来世的果位，今生的这个荣华富贵，全部呢就是依靠这个修安忍的。因为我们世间当中也是大家知道，这个人的脾气很好，这个人的这个德行非常不错的话呢，那么就是世间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名声，大家呢对他的这个评价是什么样，这一点可能凡是这个接触宗人的这些具有智慧的人呢，就是都会了解，就是都会明白的。因此呢，就是世间的这个荣华富贵呢，就都是依靠就是我们的这个修安忍啊，就是学记论当中呢，就是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您这个终身欢喜的话呢，让这个圆满就是暂时和究竟的这种安乐。
人人修仁德，貌美无病长，什么余雅名久唱，乐等传人王啊，就是乐等传人王。他这里呢就是说所以说啊，就是前面也讲了一些这个功德，因此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修持这个生生世世的这种安忍的话，那就是安忍就是波罗蜜多这个获得的这个功德呢是这个无边无际的，就是这一点不用这个表示，就是应该有关就是大乘这个经典的一些这个公案啊一些这个教言的话呢，就是大家也会明白的，就是修安忍的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但是在这里作者呢就是贵难呢就是说明就是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如果这个生生世世修安忍的话呢就是这个相貌就是端严啊，就是相貌端严，因为经常发脾气的话，那就是你这个面色啊就是非常这个粗鲁啊，就是以前呢没有这个修安忍，就是导致呢精神这个精神当中呢也非常难看。那么有些人呢就是为什么这个相貌就是端严了，这也是他在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呢就是修安忍的一种这个过报，就是这个月称人士呢也是这样这个说过，就是人感媚色三十系吧，就是就修安忍的话呢就是你就干就是什么那个过的这个干意呢，就是干就是这种过报呢就是是这个媚色，而且所有的这些这个善知识和所有的这些就是具有智慧的人呢就是喜欢他，就是然后呢就是很多这个世间人的话呢也喜欢就是自己这个身体呢健健康康，就是不要有任何这个疾病产生。但是呢如果我们以前呢就是杀害众生的话呢，那就是断命多病，就是这种这个过报呢就是是无法就是遮蔽的，无法遮挡的。如果我们生生世世修安忍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就是身体啊就是是健康，就是无有任何这个疾病。我们有些人的话呢就是在一生当中都是也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看病，就是每天都是获得非常的这个快乐。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也现在有些人呢就是也喜欢自己有一些这个名声啊，就是闻名这个遐迩，就是名声大振，就是特别这个向往。但是你要想得到的话呢，那这个生生世世修这个安忍，如果没有安忍的话呢，你越来越这个宣传的话呢，越来越可能就是恶名远扬，就是不一定是这个成功的。因此你的这个名声呢就是遍野就是整个世界的话呢，也需要就是这种这个安忍。然后你的这种身体呢
呢就是永远游走在这个世间当中啊，就是长命百岁的话，也是依靠这个安忍的这个功德。总而言之呢，我们世间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快乐，包括这个钻轮王，包括钻轮王的话，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这个为人当中的话，那就是与这个钻轮王这个比的这种势力和智慧呢都没有的。一般就是除了这个佛陀以外呢，世间当中就是最有福报的，因为具有这个七宝轮啊，就然后呢，就是在整个四大部洲呢，就是他可以这个自由自在的这个就是驾驭啊，就是驾驭整个四大部洲。那这样呢，在整个世间当中呢，就是最有福报的就是钻轮王。如果现在这个魔法时代的时候没有钻轮王的话，世间当中的就是什么帝王啊、将相啊、皇帝啊、就是国师啊等等，就是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也是依靠这个修安忍而这个感得的这个果报。所以我们这次呢，也已经这个学习了这个安忍品。我希望呢，就是通过这一品的这个学习，大家的这个相续呢有所这个改变。以前嗔恨心比较大的人呢，就是尽量的这个就减少这个嗔恨心；以前嗔恨心比较小的人呢，就是尽量不发这个嗔恨心。因为我们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就像体检一样的，一步一步的做，不可能是一下就是顿然消失。就是这一点呢，恐怕凡夫人来讲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但我们内心当中呢，就是就非常这个希望依靠这个佛和菩萨，尤其是这个吉天菩萨和法王如意宝，他们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些菩提心呢，真的就是融入我们的这个相续啊，就是融入我们的这个相续的话呢，那么我们对一切众生呢，就是看着自己的母亲一样的。Om Bandhangara Banasadardha